管他掏鱼来了，嘿嘿，好好喝，豆腐，看这三姑又掏的。这老头搁这站着是动手了呢，你往这走是吧？啊，我溜达去吧，快溜达去吧，回来。这鱼出来了，捡来了。鱼鱼在那儿呢。啊？我先全是，全是鱼呀、啊。得淘一会儿哈。啊？没啥水。没啥水了。啊？淘出去了。呀，这不藏哪去了？那鱼啊？这不是鱼啊？看，赶紧还游呢，来，瞧这鱼。抓着有油没？那能没？瞧着，看，蒸袋子还不能蒸吗？老头儿。蒸袋子。嗯。瞧着。哎呦，那玩意儿不扒拉了，那就搁地上捡去。好。别动手，你一不捡动你手了，你看这大鱼，还这还动它，瞧着，瞧着，瞧着，钓着鱼，这啥？哎呦妈，吓我一跳，咋这么大呢？哎呀，呵，呵，你这抓不着它。我捡一天也捡不着。快回去吧！真的，你快回去吧！你别耽误老娘俩，这老娘俩给这捡一没说交际话。啥捡的？到地上捡，捡，他一会儿抓板上的。来，我再瞧瞧。你瞧瞧，再瞧两下吧，再瞅瞅。看这鱼，看这大鲶鱼，来。看这鱼。这两个干的一会儿多钱？看，看，你发了扒拉什么？这底下掏掏的，哎，这这爷俩给车推回来。车没油了，走弯道推回去。我的天哪！看这爷俩推的，沉不沉呢？这行，上这道，你老拉不到啊？那不大桥里了？干啥呢？这撩锅呢？撩锅啊？啊？不用吗？不用。哎，这样推的，推的，汗不流水的哈。冬天冷，多冷啊！你穿到包里，还笨，再冻俩点就行了。多好呀！这活能活些，别的使点。你那烧到时候还过去吗？就说这些，到，就拿赶紧烧装吧，别整了，你别干了。这萝卜去，哎，抓一会儿，能活一些吧？这别活了。这你看这大脸真不小呀。好好，你呀，还是你。我寻多大个大脸呢？你们着有脸子也脸子。